将军，司徒大人，你即将貂蝉许配于我，为何又送于太师？哎呀，将军息怒，将军错怪老夫了，请。 有人报我，说你用车将貂蝉送入相府。啊，将军原来不知，昨日太师在朝堂中对老夫说，我有一事，明日要到你家，我因此准备小宴伺候。太师饮酒之间说。 我闻你有一女名唤貂蝉，已许配我而奉先。我恐你言而未准，特来相求，并请一见。老夫不敢有违，遂引貂蝉出拜太师。太师说：“今日良辰，我即当接此女回去与凤仙完婚。” 将军试想，太师亲自接娶老夫，焉敢推阻啊？故而送女过府。啊，原来如此。吕布一时错怪大人，改日定当负荆请罪。哎。 将军不知详情，何罪之有啊？太师何在？ 太师夜来与新人共寝，尚未起床。哪个新人？哦，唤作貂蝉的，是貂蝉。啊。 出去！你竟敢调戏我爱姬！出去！出去！不许你再进后堂！
何人所赠？是才太师遣人送来，说温侯今后出入相府亦如自家，不必拘礼。呸！老贼欺我太甚！不与太师同在宫中，这里不是说话所在，你先到后园中凤仪亭边等我。王司徒亲生女儿，然司徒待我如亲生，自见将军既倾心相爱，司徒将我许配于将军，且指望终身有托，生平愿足。谁想太师起了不良之心，将妾淫污，妾恨不能即刻死去，只因未与将军诀别，只得姑且忍辱偷生，今日幸而得会将军。妾愿以避，妾身以污，不得负事英雄，愿死于将军面前，以明妾志。我早知你心，只恨不能相会共语。妾今生不能与君为妾，只能相弃于来世了。
我今生不能娶你为妾，非英雄也。妾在此度日如年，每日强装笑脸，人后以泪洗面，愿将军可怜妾身，早日救我。凤仙可曾来所？温侯入后堂去了。嗯。我今日偷空而来，恐老贼见疑，我得赶快走了。将军，将军如此惧怕老贼，看来妾身无见天日之期了。哎呀，容我徐图两侧啊。貂蝉何在呀？在后园赏花。妾在深闺，闻将军之名如雷贯耳，以为当世第一英雄，谁想反受他人之志。适才我来相府，得知太师怒气冲冲，直入后园寻找吕布，我连忙赶来，正与吕布逃出，大叫太师杀我，我慌忙赶来劝解，不意误撞恩相，死罪呀，死罪！哎呀，这个逆贼胆敢调戏我的爱姬，势必杀之。恩相息怒，恩相息怒，太师不可呀！哎呀！太师，昔日楚庄王夜宴群臣，蒋兄趁烛灭之时调戏王后，王后便折下他的帽缨，请求楚庄王点上蜡烛追查，而楚庄王却令诸臣皆摘下盔缨，而后再燃起灯火，不欲追究。后楚庄王被秦兵所困，权杖蒋雄死力相救，方脱大难。今日貂蝉不过是一女子，而吕布则是太师的心腹猛将，太师若能就此机会将貂蝉赐予吕布，则吕布感念大恩，必以死报答太师，断定利弊轻重，请太师三思啊。贱人，你竟敢与吕布私通。太师，太师，太师，妾在后园赏花，
吕布突然来到，妾正要回避，吕布那厮却说：“我是太师之子，何必相避？”说着提起将妾赶至凤仪亭中。妾见其用心不良，恐为所逼，犹如太师与同荷花池自尽，不想却被这厮抱住。正在生死之间，幸得太师前来救了性命。原来如此啊。谢太师不责之恩。今将你赐以吕布，如何呀？啊！哎呀呀呀！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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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呀！这不是慈容！哎呀！哎呀！我这是一戏言吗？啊，这便是李儒的主意。他与吕布交情深厚，故设此计，却不顾惜太师的体面和贱妾的性命。哎呀，我怎能忍心舍弃你啊？啊！妾虽蒙太师怜爱，但恐此处不宜久居，否则必为吕布所害。我明日和你同往梅屋居住，同享快乐，保你无忧无虑啊。多谢太师。太师，今日乃良辰，可将貂蝉送与奉献。哎呀，吕布与我有父子之分，不便赐予。我不久其罪也就罢了，你去以好言劝慰于他也就是了。啊，太师，不可为妇人所惑呀。你的爱妾肯不肯送与吕布啊？貂蝉之事，再勿多言。有再言者，定斩不赦。是。皆要死于妇人之手了。
将军，将军，老夫日前偶感风寒，闭门不出，啊，故久未得与将军相见呐。今日太师驾赴梅屋，只得扶病相送。哎，温侯为何不随太师同去啊？请问将军，为何在此长叹？哼，正为你的女儿。哎，这么多时日，太师犹未送上小女。哼，老贼，已自己占有了。啊，我不信会有此事。一言难尽。嗯，且去寒舍叙谈。这没想到太师竟作此禽兽之行。太师淫魔之女，夺将军之妻，此事成为天下人耻笑啊！不是耻笑太师啊，是耻笑你我呀。耻笑于我原不足道，本来是个老迈无能之辈，可惜将军盖世英雄，怎能受此奇耻大辱啊。老夫失语，将军息怒啊！是当杀此老贼，以雪辞耻。不，将军，将军，不可连累老夫啊！大丈夫身居天地之间，岂能郁郁久居人下？若以将军之才，怎能被太师所限呢？我欲杀老贼。哎，将军，乃有父子之情，恐惹后人议论。哼，将军自姓吕，太师自姓董。将军想想，凤仪亭治己之时，他岂有父子之情？若非司徒之言，吕布几乎自误。将军若能匡扶汉室，乃是忠臣，青史传名，流芳百世。将军若助董卓，乃是反臣，宰之十笔，一秀万年。利弊得失，清浊中间，将军，你好好想想吧。司徒一言令我拨云见日。
茅塞顿开。我意已决，大人勿疑。只是示弱不成，反招大祸。吕布是福汉室，戮死国贼，有欲誓言，万劫不复。将军，倘若汉室不亡，皆出将军之赐，请受允一拜。大人，不知司徒有何妙策，可除国贼？临期有计，自当相告。董卓远在梅屋，可派一能言善辩之人前往梅屋，请他进朝议事。派何人前往呢？李肃原为董卓一党，曾利诱吕布杀死丁原，后董卓不升其官，心怀怨恨。若令李肃前往，老贼必不怀疑。啊，二位将军，司徒大人，请坐，请，请。肃兄，昔日公说我杀丁建阳而投董卓，今老贼上欺天子，下虐生灵，罪恶贯盈，人神共愤。司徒大人欲请肃兄传天子诏往梅屋，宣董卓入朝。我府甲士于朝门之内诛杀老贼，立服汉室，共作忠臣。不知尊意若何？谢司徒大人，谢将军。素欲诛董贼之意久矣，恨无同心者，今奉良机，乃是天赐也。素岂敢有二心？请将军直发梅屋。爱姬，我昨夜梦见翼龙照身，今日过得喜讯，天子宣我入朝，要禅位于我了。王司徒已命人筑寿善台，只等老夫前往寿善呐。我为天子，你就是贵妃了。臣妾谢主隆恩。好生在此等候，老夫不日便接你进宫。
车轮马断配是何征兆啊？主公，此乃太师继承皇位弃旧换新将成御辇金鞍之征兆也。此乃天助我也。哥，主何吉凶啊？啊！此童谣乃是刘氏当灭，董氏当兴之意呀、啊！哎，不许胡唱，不许胡唱！哎，你们到那边玩去，快去，到那边玩去！哎，唱唱歌又怕谁呀、啊？你可知儿歌之意吗？这千里草乃是一个董字，十日补乃是一个卓字，此儿歌是说董卓不得生了，你不要命了？拜见父王。啊，罢了罢了。孩儿恭贺父王，在我受禅之后，由你总督天下兵马。孩儿谢父王。王允、李儒为何不见呢？王允在寿善台恭候父王，李儒他正染病在家，不能前来恭迎，孩儿恭请父王前去善台。嗯，走。请。圣旨在此，奉诏讨贼臣董卓，其余不问。奉先我儿为何如此啊？老贼，我与你势不两立。